获奖的社工师一一上台接受县长林之妙颁奖鼓励，家属和同事也献上鲜花，一同拍照留念，感受这荣耀时刻，借此来肯定社工师的牺牲奉献以及工作的辛劳。这是4月2号，也是我们的社工日，非常非常的感谢所有的社工们，因为有你们让宜兰县能够和谐、温馨、快乐。那呢，我们的社工呢，在社会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。生命的集中也都有难哈啊，不管是男女老幼啊，各有难的妇女、家暴、弱势，都是我们的社工的这些社工好姐妹们，还有我们的这些哈的社工啊，你们呢用了你们的专业领域的付出奉献啊，让呢啊营造双赢哈三赢都能够赢啊，让社会呢能够这么的温馨快乐。那宜兰县的社工总共有439人。那今天呢，表扬的有23个人，啊，其实呢，每一位社工都是非常的赞。那呢，尤其呢，今天呢，受表扬的，因为你们的付出、努力、认真、用心，让社会能够能这么温馨，那大家的认同，都非常非常的感谢。所以非常感谢你们愿意付出自己的时间，不只是关心自己的家人，也把对方，也把别的家庭跟所有社区每个好朋友都当成是自己的大家庭。所以感谢大家今天与你们回笼，那也感谢你们跟着我们县长林之妙一起拼出宜兰健康温暖的好生活。县政府除了安排精彩的舞蹈表演来慰劳社工人员，今天和明天2天，只要凭着社工人员的别针，也可以免费畅游绿博。绽放色彩，社工爱你。宜兰新闻记者赖福新采访报道。